我跟你讲哈、哦，这个故事由来，那是日据时代了。他逃兵要到高雄港口嘛，火车到某些车站嘛，他就跳走嘛。跳走以后，他就一直跟着火车路回来嘛，躲在就是一个山洞嘛，它上面有个山洞啊。然后就一个人就真的住在那边，就住在那边啊，就是我姐姐送。我姐姐就一直送米给他，他就在那边开垦。请五煞五煞，好。